生命嘅信息啊，即係我自己生命受呢個影響，受呢個經文嘅影響，就係咧發揮神好特別創造嘅我，就是、發揮我哋嘅生命。每一個生命，神都有一個好特別嘅計劃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，神都係創造我哋好特別嘅，但係好多時候咧，我哋好多大話喺個心裏面影響我哋嘅。點樣大話呢？就係好多人曾經對我哋講嘅説話，譬如話你冇用啊，你做唔到嘢噶，你都係啊唔係好似人咁聰明啊。即係我哋好多説話咧，我哋受落咗啲説話。呢一類嘅説話，我哋要分辨啊。分辨就係唔好將呢啲謊言、呢啲大話咧入咗心裏面，就覺得自己冇用噶，我做唔到咩嘢噶，我都係唔及人噶啦。當我哋咁樣諗嘅時候咧，這個人真係個生命就唔會發揮嘅。同樣兩個人生存喺世界上，我哋咁多個人喺度生存喺世界上，有啲人咧就會個生命發揮更多，有啲人咧就發揮好少啊。但有啲人咧係有目標嘅，即係真係定立生命嘅目標咧，係發揮好大嘅，係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嘅，即係唔係淨係話我發揮，而係發揮有幾大，完全將個生命俾神去使用嘅。咁我鼓勵大家真係有呢個信心，神啊，我想我願意。不是我付出代價，有些人很想喎，譬如你想不想考試考得好啊？想。不過你有沒有讀書呢？有沒有信心去讀書呢？即我們講得很想，我很想大人信耶穌，但有沒有去傳福音呢？想不想？你想不想信耶穌啊？很想，但有時沒有去做啊。同埋咧，我哋發揮生命係要預備好自己，即係將自己嘅生命發揮出嚟嘅。呢樣嘢係需要我哋去建立、去訓練、去發揮嘅。咁我希望今日信息係激勵我哋，呢個係我哋生命嘅信息，亦都係我生命裏頭嗰種動力啊！我裏面有一種好強嘅，有一種好強嘅動力喺我裏面咧。神俾我呢個計劃係好奇妙嘅，我要完全發揮呢個生命。我希望大家都係咁樣諗，唔好話啊！我都係唔夠人哋咁好噶啦，我咧發揮唔到噶啦，我嘅才能唔夠人啦，我太軟弱啦，我太多短處啦。即係你咁樣諗嘅時候咧，你自己嘅説話，你自己嘅大話，點解係大話呢？因為神創造我哋每一個都好特別嘅，但係我哋自己對自己講啲大話，即係人哋講啲大話，我哋信咗，即係話自己冇乜用嘅。咁結果咧，就一生人就係咁樣話，就係冇乜用咁樣過去咗噶咯。但係如果我哋去發揮，我並且看到這件事，神可以幫助我做到的，我就相信去做的時候，你的生命就可以很大的發揮。譬如在1998年的時候，我去參加這個聖年充滿的聚會，當我在這個時候，請大家安靜一下，在我這個次的聚會的時候，我們帶了一些我們教堂的人一起去的，同樣同我一起經歷聖年的，但是很多人經歷回來之後就說，哦，沒什麼啫，又是這樣，即係差不多咁樣，或者有些曾經經歷過很強烈的喎，在聚會或者回嚟之後，我哋真係很多人經歷過聖靈的工作，但是咧過後之後咧，又好像冇乜大的影響，就話啊係啦，不外如是，即係個心裏面咧就覺得自己的生命就是咁嘅。但喺我當時我經歷聖靈之後，我嘅個反應係咩？第一就話哇，原來我可以咁樣經歷神嘅，原來神嘅愛可以咁真嚟到我身上，我心裏面就好震撼。神啊，我真的看到你的大愛，我真的要被你改變，我要完全被你改變，我要發揮我的生命，這個第一我的反應。第二樣的反應就是說，這個報道家有這個能力去為人祈禱，可以不單止是宣講神的話語，因為我們好像保羅所說，不是單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，用聖靈和大能的名證，這個人可以這樣發揮，我就說如果他可以這樣的時候，神應許在他身上應驗，可唔可以在我身上應驗呢？我就話可以的，我就個目標就係我好想好似呢個人。當然啦，我嘅恩賜同佢唔會係完全一樣嘅，但係神會俾我有特別嘅恩賜，即係我就喺呢個當時我嘅心智就話，我都想好似佢咁樣咁有能力。但係當時我以為要等好耐喎，但係好快嗰幾日之後，因為有人要求我為佢按手祈禱去趕邪靈喎，喺個時候咧，佢就經歷到聖靈將佢釋放出嚟。他咧就嗰啲邪靈釋放出嚟，咁同時佢都為當時在場嘅人祈禱咧，佢哋都經歷到聖靈嘅能力。咁係神話俾我聽，這個經歷可以完全改變我，之後已經馬上可以有聖靈嘅能力。你都係一樣嘅，你可以有呢個聖靈嘅能力。咁其實我咧係唔怕懵，唔怕拒絕。點樣做咧？第一就係我喺我教會逐個人祈禱，
願意嘅我都為佢祈禱，逐個逐個鼓勵並且訓練栽培激勵佢哋，你哋可以發揮嘅。咁咧雖然咧有好多人咧係令到我係有失望，因為佢哋即係真係冇乜反應，唔會話好投入嘅。但有啲人佢真係有反應，佢話、啊：如果神可以咁大嘅能力，我都要去用。並且有啲人跟我去帶領，就會睇到哇，原來神嘅能力咁大嘅。咁我就喺嗰陣時開始，第一就喺我哋自己教會，第二位神學院當時教嘅神學，我都唔怕喎，照樣為嗰啲神學生祈禱。經歷四年之後，並一去佢哋嘅教會，去到教會嗰度咧，去激勵佢哋，幫助佢經歷聖靈。同埋我開始喺香港不同嘅地方，同埋去宣教嘅地方咧，我就發覺神一路使用我。我越有信心咧，神使用嘅程度越大。即係同樣同我經歷聖靈嘅人，其實佢有呢個潛質，有呢個可能性，就係、是、人願唔願意付出呢個代價，真係用時間去祈禱，真係用時間睇聖經，真係用時間去發揮講道，唔怕嘅，唔好怕人哋笑。有啲人話你講道嘅時候，你怕唔怕人哋拒絕？有啲人唔中意喎，有啲人連舉手都唔接受到喎。咁你咁樣即係你成個人好似哇～又輕鬆又好似完全都唔介意，咁我就唔介意。唔介意嘅時候咧，我又話俾佢聽，有啲人話：你咁樣講到咧，我訓練佢哋，我話你要喐下個身，投入啲，你啲表情要即係要改變下，同埋咧啲聲音咧改變下，唔好淨係一種聲調，係有大有細嘅。咁有啲人就話：咁樣好多人接受唔到㗎，好多人會拒絕㗎。好多人會唔中意嘅，但我話俾你聽，我去咁多次教會講道咧，都冇人唔中意。我見到人咧個個都望住我嘅，即係冇人話咩你講到咦咁怪㗎你，老師啊你講到好怪，冇人敢同我講喎。並且咧，即係我睇到人改變喎，咁所以我話你唔好怕，唔好怕面，唔好怕拒絕，唔好怕困難。其實當你如果你讀書或者栽培自己，你發覺用嘅時間係唔係白費嘅？其實我掂親乜嘢我都要學好啲喎。譬如我、啊、以前咧，你睇住我嘅好多嘢，我係睇住我學嘅。初頭我喺嗰陣時，不過你哋可能未識我啦。喺、啊、初頭喺、啊、以前喺中學嘅時候咧、啊，做呢個院、啊、即係學校嘅牧師嘅時候咧，傳福音咧。嗰陣時我先學彈琴喎。咁但係咧，即係我第一次嚟香港嘅時候咧，我先學彈琴嘅。咁我後來咧我就。越來越發揮，越來越釋放，同埋咧又學吉他、學打鼓啊、學唱歌啊，樣嘢一路學緊。咁啊，最近我又學普通話喎。普通話我亦都要講得更加好，唔係話好似要叻個人啊，而係我想人聽嘅時候咧，就唔會聽得咁辛苦。嗯、好似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好似譬如你聽一個外省人講廣東話，硬係講啲字咧講得唔正咁，你成日要估佢講乜嘢，成日都要。聽到佢嘅字咧，要更正翻佢講嘅字咁嘅時候咧，咁佢表達唔到佢嘅意思啊。咁並且咧，咁我又一路去改善咯。咁啲人都同我講啊，佢話咧，即係我都話俾你聽，我識嘅字係唔係好多，即係我識需要用嗰啲字，我一路擴展呢啲字。咁咧，但係佢哋講一句説話，佢話咧，但係你識嗰啲啊，你講得好準嘅。點解咧？我睇住嗰個拼音，跟住佢講，並且我講完之後，我問人講得啱唔啱。即係我做每樣嘢都話為咗神嘅緣故去發揮我生命。咁講到都係我見到阿 Ben Wong 講到咁放，咁我又要好似佢咁樣咁放。我又俾咗我自己去用一啲方法，我就話：如果神咁好，我要咧真係感受神嘅愛。講到嘅時候咧，感受到神嘅愛，唔好計較人點睇，即係能夠有喜樂啊、有愛啊、有平安啊，喺我講到嘅時候都流露出我內心嘅感情，即係對神嘅愛慕。神啊，你真係好啊！即係其實改變我最大嗰係邊個？就係、是、神。嗯。即係佢好大嘅恩典，神咧好大嘅能力同埋睇重我的生命，我就相信同埋親近佢嘅時候咧，真係經歷到神嘅愛，真係神嘅愛湧流喺我心裏面，神嘅喜樂湧流喺心裏面，我就回應哇！原來神咁喜樂，神咁愛嘅，我就要好似神咁樣充滿愛，充滿喜樂。我睇呢一樣嘢就係神咧，一方面咧，神係好智慧喎。佢比任何一個人更加成熟同埋智慧，超越我哋嘅智慧好多好多倍。但係神咧就好似小孩子咁童真啊！呢樣我哋真係好難想像。點解好似小孩子咁童真咧？聖經講到佢，因為我哋歡欣喜樂，默然愛我哋，且因我哋喜樂而歡呼。歡呼！你有冇見到人嘅時候，你會歡呼啊？好開心見到你啊！會唔會好興奮咧？但神係咁喎，好似小孩子。小孩子咧見到人嘅時候咧，會開心。人哋細嗰時，佢媽咪翻屋企咧，好開心，好開心咁喎。等咗好耐，佢媽咪翻嚟，大個咗就唔會有咁樣嘅心嘅。咁咧同樣咧，神咧
好奇妙嘅。我哋以為細路仔先係咁，但係神見到我哋咧，係歡欣喜樂喎，默然愛我哋，使我哋喜樂而歡呼喎，真係咧大聲呼叫出嚟，好開心嘅。即係神就係咁充滿喜樂平安嘅。我就學神，我就話我要好似神學習佢嘅成熟，學習佢嘅平穩安靜，學習佢嘅愛，生命俾佢改變，並且咧學習好似神咁單純啊，咁簡單。當我哋咁樣嘅時候咧，我哋每一個人，你真係有呢個心智，你有呢個心智嘅時候咧，你嘅生命就會有好大嘅改變，同埋有方向、有目標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隨意咧，好多人就係做嘢係隨意嘅。其實努力向前，向着標杆直跑啊，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嘅，向着標杆直跑。好多人咧努力，即係用盡力啦，係咪？好多不同嘅程度，有啲係咩程度呢？第一，有啲就係疏遠啦，係咪啊？即係遠離啦。有啲咧就係不冷不熱啦。咁有啲可能咧就好啲喎，但咧佢都係隨意啊，即係話眼前要做佢就做啦，佢唔會去刻意去做。咁你再進一步咧，就係你會努力啦，即係唔係單止係隨意啊，你係會努力。咁但係努力咧，仲可以點樣咧？有目標喎。並且會發揮，即係更大的發揮。我可以更大的發揮，我而家發揮夠唔夠咧？仲可以再大嘅發揮。咁我自己都求神俾我更大的發揮。咁我去到帶領不同嘅聚會，我真係睇到神好大嘅祝福。我想激勵你哋，你哋都可以嘅。你亦都可以有時跟我去一啲嘅聚會，咁我會發俾你啲領袖，你會知道我一啲嘅聚會。咁咧，你可以去嘅時候睇到嗰啲人咧，一次嘅聚會就會改變喎。咁我亦都希望大家喺呢度。有心聽呢個信息，即係好聽嘅時候咧，有時點解會人會聽唔到呢？就係個心咧係呆滯迷糊啊，用廣東話懵懵地啊，即係思想係迷糊嘅，係唔清晰嘅，係隨意嘅，係懶惰嘅，眼瞓嘅。即係好多時我哋人生有啲人就係成日都好眼瞓，一有機會就瞌眼瞓。但係當你話神啊，你幫助我有呢個目標，咁其實有時我。星期日我不是一定星期日星期六晚睡得多的，我盡量會睡得多，我不會星期六晚看電視，我不會星期六晚去玩的，我一定預備，但有時我要做的太多，我做不及了。但在星期日的時候，我一樣說神啊，給我動力，給我有這種熱切的靈，當我講到的時候，有人說我的眼好像 會有亮光，就是說我心裡面發出一個意念，神啊，我要激勵呢班人，真係讓佢睇到咧，佢哋都可以俾神。咁我希望今日呢個信息就話，發揮神喺你生命中嘅神嘅計劃，神喺你生命中嘅計劃。咁我亦都鼓勵大家喺我講到嘅時候咧，望住我。咁點解咧？唔單止聽我內容啊，感受我嘅自由輕省，同埋我裡面嘅火熱，感受我裡面嘅靈，感受。怎樣可以學習去宣講神的話要 有衝勁的，並且說我要這樣，我要釋放，或者我更加超越，更加做得更加好，但不是比較，而是呢從每一個人身上學習。你見到有哪個人有什麼長處就學習的時候呢，你的生命就可以很大的發揮的。你相不相信啊？相信。你跟家裡一說，你的生命可以很大的發揮的。好謝主啊！生命可以好大發揮㗎，即係好似阿楊咁樣。阿楊去日本容唔容易啊？容易，唔容易啊！因為真係嗰度係有輻射，真係嗰度係有輻射，嗰啲水係有輻射，嗰啲食物有輻射，係真係可以佢受影響。但係佢忘記自我，佢放低自我，佢唔怕呢、這個危險性，佢就將佢生命交俾神。神又會保護佢喎，保守佢噶。我自己都係嘅，我諗住宣教我的心態就咩咧？如果我冇錢，我就禁食，跟住咧靈魂上天堂。如果真係有一日冇嘢食啊，第二如果有病又冇錢醫，咁我就喺度禁食祈禱。點樣話？當然係可以俾差人嗰度咧免費唔使錢有嘢食。OK， 唔用呢方法㗎，我哋唔用呢方法。咁咧就係、譬如話真係有病冇得醫，我即係我唔怕，冇得醫嘅時候我就祈禱，咁啊又上天堂啦。受逼迫我又唔怕，有一日受逼迫嘅時候我又唔怕，最多咪死咯。
咁如果受苦咧，受苦到一個限度就會死嘅，人就會死。所以我就話俾自己聽，唔使驚嘅，冇嘢需要驚嘅，同埋可以求神將我嘅靈魂接去天堂，神會為我預備，並且未死之前一定要作俾我見證，即係我心裡有準備啊。並且我知道人會點樣樣受，有時想啲刑罰啦，可以喎，但係我唔怕。點樣呢？即係話神啊，你一定俾我力量噶。有啲人真係喺受刑嘅時候，佢唔痛苦喎。因為靠住耶穌神可以幫助你。我希望大家不怕，你不怕窮，不怕困難，不怕付出的時候，神就祝福你的。首先我們看詩篇139篇，這個就是我很看重的一個經文，16、17節。詩篇139篇16、17節，詩篇139篇16、17節，在聖經的中間的。如果你隔離嗰啲未揾到咧，請你幫佢手，快快脆脆揾到嚇。咁我而家開始讀啦，詩篇139篇16到17節。如果你揾到你嘅聖經，請你一齊讀嚇。我未成形的體質，你的眼早已看見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，其數何等眾多。咁呢個經文咧，其實咧係我嘅生命嘅經文嚟喎，即係我嘅生命中咧呢個經文就係話俾我聽，我可以向前去，我可以好大俾神使用。首先咧就係我哋未曾出世喺媽媽嘅肚中嘅時候咧，我未成形嘅體質，即係一粒好細粒嘅受精嘅卵子嘅時候咧，神已經睇見，神已經認識我啊！喺嗰時人嘅眼都未睇到啊！但是呢，神已經看到我，認識我。那認識我的時候怎樣呢？他說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。這個字呢，你所定呢，其實呢，他在原文這個字呢，就是有時有些地方呢，他翻譯做 form 或者是 fashion， 即是什麼意思呢？即是塑造的，神塑造的，神所定這些日子，神所塑造的日子，我們一生人呢，神塑造了。神塑造的日子咧係非常美麗嘅，神會塑造你整定係失敗冇用啊，又咩都做唔成啊，係咪咁啊？神係咪咁樣塑造？唔係喎，神塑造係最好嘅，即係好似點樣呢？譬如有啲人整花樽咁啊，用啲泥嚟整，整嘅時候梗係好有心機嚇。有冇人特登想整個爛花樽嘅？整個醜樣花樽啊！我今日我決定我要整一個爛一個醜怪嘅花樽，有冇人咁做咧？係冇人咁做。是人都會想做一個好的，那何況是神呢？神在你生命中，他已經即是他在塑造的。那你說我不是很喜歡自己某些東西，這些是因為我們後天我們人類的軟弱、犯罪和周圍的影響，令到我們受一些影響。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多這些的捆綁，這些的營累攔了我們生命，即好像譬如你慣了看小自己，慣了是懶惰，慣了玩遊戲機，慣了夜睡，這都是一些習慣令到你的生命發揮出來的。即是你不知不覺地你跟從，你說我很自然，我周圍的人都是過夜睡的，夜睡的人你就算你睡到早上很晚，你都會很夢查查的，那你起身之後都沒什麼精力，並且時間浪費了很多，很多人就是這樣浪費時間的，是這樣夢查查過度日。那這個是什麼影響呢？是他自己的，即是神計劃是很好，但人會破壞，或者我們的情緒不開心啊，成日都話唉，沒人喜歡我的。其實好像我咁，係咪啲人個個人喜歡我咧？唔係，係我主動關心人，關心到有啲人對我有回應。我關心嘅人，好多人都對我冇回應過，唔係個個都話關心完咧，個個都對我好，唔係喎，係有一部分對我好好。咁我感謝神喎，但我係主動，其實我關心人係多過人關心我嘅。多數我人幫完之後咧，啲人咧就多謝我點幫佢，但係冇話。牧師啊，你有咩困難？有咩需要？有咩地方我幫得你？好少人咁同我講嘢嘅，好少人話你嘅內心點樣㗎？你面對咁多困難，你處理咁多嘢啊，嗰啲人咁拒絕你，你啊都會覺得困難㗎，係咪？即係好少人同我講啲説話，好少人係關心我嘅，多數就係接受我嘅幫助。牧師，我有個問題想問你，我有啲需要幫助，嗱，我好樂意幫助你嘅，但係我即係話真係。人是不是真的對我們那麼好都未必的，但是當我對很多人好的時候呢，就自然有些人對我好的，真的一次有些人會對我好，就是我們發揮我們的生命，不要用負面的思想，
如果你成日都負面咧，人哋見到你都會覺得你好負面，好唔開心，自然咧你嘅生命發揮唔出嚟嘅。但如果你成日都係正面，睇到神嘅恩典，有衣有食就當知足，係咪啊？你哋有冇一個會餓死啊？呢度有冇人今晚翻屋企冇飯食噶？冇得瞓覺嘅有冇啊？冇牀瞓覺嘅冇啊？係咪？個個都有嘅，即係神都為你預備。其實你好多嘢唔使擔心，只要你向前去。但亦都好多人咧就好隨意、好懶惰，就發揮唔到生命。咁神定咗日子咧，好好嘅，但有時咧。我哋冇呢個信心，你今日相信神喺你生命中有個好奇妙嘅計劃，佢所定嘅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已經寫在你嘅冊上，即係你未曾過一日咧，喺你嘅媽咪嘅肚裏面啊，仲未過一日，你嗰時有幾大粒啊？我一 cm 都冇啊！我一個 cm， 細嗰個針尖啊嘅時候，神已經將你寫在冊上啦。咁你寫啲乜嘢呢？係咪寫埋冇用啊、蠢材啊、冇動力啊？唔係，聖經話咩呢？你向我意念何等寶貴，其數何等眾多啊！即係佢全部寫嘅都係好嘢，不斷咧發出好嘅嘢，不斷咧向我哋每日都發出好嘅嘢。就算你而家你話啊，我都好似唔係好似以前咁有記憶力啦。我唔係好似以前咁好體力啦，唔係好似以前咁興奮開心啦。你一樣，神一樣有方法幫你興起翻喎。每一個人都興起翻嗱，問題應該遲啲先問下呢個時候係講到嘅時候。遲啲咧，神會幫助我哋咧，能夠興起翻嘅。有一樣嘢我哋希望大家相信。但係面對現實而起半，陣間先。唔係，唔會㗎。面對現實。而相信神是不需要悲觀的，任何的悲觀都是不需要，在神裡面是沒有一樣需要悲觀的。為什麼呢？譬如好像我這樣，你猜我是不是樣樣都很平順呢？其實我受的困難比你們很多人更加大，我真的受過很多的逼迫，還有呢被人傷害過很多次的，即是你不知道的，我是遇過很多困難，但我從來不悲觀的。即有時我就算受了一些傷害之後呢，我上台講到一樣咁興奮，啲人覺得我日日都係咁開心，就以為我好平順啊。其實我日子唔係好平順嘅，但我靠住神，神就一路改變我，越嚟越平順咯。即好似約瑟咁，聖經講咯，就點樣？佢因為有耶和華同佢同在咧，神咧就祝福佢，以致佢嘅主人都睇到佢嘅祝福。你都可以嘅，只要你話神啊，我要將呢個計劃實行出嚟，咁我兒子。自己有一個咁樣嘅意念，喺聖經裏面，我睇到一個咁嘅意念，就是神嘅計劃。呢個最完美嘅就係 A 計劃。但我哋人係往往會犯罪嘅，譬如人咧會嚟一個好大嘅錯誤，最大嘅錯誤咩？拍拖同婚姻嘅錯誤。如果我哋冇跟從神，呢個錯誤最大最大。但人咧往往係唔聽話嘅呢樣嘢。聖經話咗：信與不信，言不相顧，不要同佢握。就話信同唔信咧，唔可以拍拖，唔可以結婚。但係當人一見咗個女仔、一個男仔，佢中意，而呢個男仔、女仔對佢有興趣嘅時候咧，佢牧師講過乜嘢，佢全部會忘記曬。我亦都曾經講：你哋咧，如果有開始想戀愛嘅時候咧，請你話俾我聽，或者話俾導師聽，或者話俾組長聽，因為咧我哋幫助你。但係佢哋私下點講？有冇搞錯啲咁嘅事？神會話俾牧師聽啦，牧師有時反對咧，其實呢個錯誤嘅。我唔係反對，我係幫助你啊！即係我真係有啲人拍拖嘅時候，我同佢傾嘅時候，係幫到佢更加有好嘅婚姻啊！即係好似我而家同阿 Shirley 咁樣，真係好開心，好開心，成日都咁開心，日日都咁開心，醒咗夜晚醒得都好開心喎，並且發揮出嚟，即係我哋生命發揮出嚟。而係神為我預備，唔係我自己揾翻嚟喎。我心裏面預備咧，就係我要獨身去宣教。但係神為我預備係神知道我而家睇到就係點樣咧。如果我有獨身去到咧宣教嘅時候咧，可能好多啲好多獨身嘅女性咧，就會即係喺個合作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咧好多人獻殷勤，咁我都唔知佢係真係侍奉獻殷勤啦，即係對我獻殷勤，咁啊變得好困難。但如果我結咗婚咧，係比較容易嘅。咁我覺得係神為佢預備，並且好多地方佢係同我合作，即係神為我預備係好。咁神都為你預備嘅喎，你唔好勉強，即係唔好話自己一定要揾到。好多人咧就係揾一個唔信嘅，唔信嘅一定佢話我唔信，俾我翻教堂啊，咁咪得咯咁。即係好，總之咧，即係好似佢僅僅俾你翻教堂已經得。其實信耶穌
結婚唔係淨係個我翻教堂，做基督徒唔係淨係翻教堂，而係你嘅生命、你嘅婚姻發揮出神嘅計劃。你兩個人同心合意嘅時候，你嘅婚姻就會日日都可以感謝神，日日都有喜樂平安。嗰種生命啊，比較你哇，而家見到眼前，好多人咧就眼前嗰最緊要。點解咧？因為覺得咧失咗呢個，第日我會獨身噶啦，我咧就會哎呀做老姑婆噶啦，冇人中意我噶啦。呢一個係我唯一嘅希望啊！其實呢個係好假嘅謊言嚟嘅。神為你預備係更加好，但首先我哋預備自己，發揮我哋嘅生命。咁當一個人唔係同一個基督徒拍拖，或者隨意揾個基督徒就拍拖，嗱呢個又係錯喎。喺教堂睇下先，望下先，睇邊個？咦？呢、這個機會對佢獻殷勤，咦？佢有啲反應啊！得啦，呢個可以追啦。嗱，呢個唔係神個方案，因為你可能呢、這個唔係神為你預備。咁兩個人咧就好多問題，好多唔開心嘅事情發生。咁有啲人話：咁神未預備嗰個係咪一定開心咧？是你要付出代價去愛、去關心、去聆聽，要成熟先，我們才能夠做一個好的伴侶。當你在這些事上沒有遵從神，第一同一個不信 的拍拖，或者同一個、他是信不過呢他不是神為你預備，或者是神為你預備不過你沒有去愛他、沒有關心他、沒有聆聽，只是想得到某些東西的時候呢，你就不會走在 A 計劃，即是一個最完美計劃，那你就會落的。有些重大的影響，你可能一路 ABCD 就是這樣噹聲跌下去了。本來這個人侍奉神會有喜樂的，但是當他不聽神的話的時候，他走不到 ABC 的計劃，他一路跌下去的。因為他不單止跌下去，他還差不多可能失去救恩，有些會因為這樣而離開神。所以呢，我們要求神幫助我們看到我們有什麼地方沒有跟從神。如果你每天回去都打遊戲機的，你每天回去都想一些不好的事，整天都低沉的、不開心的，我們已經將自己每天都打沉。基督徒需不需要每天都悲觀？不需要的，是沒有原因，有衣有食就當之中感謝神，神可以給我機會，神給我力量的，我可以發揮的，每天每一個人都可以生命發揮。但其實很殘酷的過程，我一聽到你其實你的思想都幾多世界影響，現實是殘酷，但是神是恩典的。我都是面對很多殘酷的事實，但是神真的幫助我。這些問題呢，我們講到完之後呢，我去慢慢回應一下，即是我們事實上我們是有困難，這個世界是有殘酷的一面，但是呢我們靠著耶穌呢，在困難的時候，譬如我講個例子，譬如有人對你講一些負面的說話，這個周時都會有個不好的態度，那你如果你沒有神的方法怎樣呢？那你即刻就發嬲了，發爛渣了，離開了，走了，鬧人了。這個呢就是一個被魔鬼欺騙的方法，傷害自己的方法，就會破壞神的生命的計劃。很多人就是這樣說，即是當人傷害我們的時候，我們就受落，受落之後還反應大，很強烈的反應，結果呢就跟人的關係不好。譬如好像我這樣，如果我去帶領聚會去宣教，見到些人不順眼，立刻發怒，我是被一條路一定封的。那些人說這個牧師呢去身呢就發生了，就不開心了，鼓起拋棄的，沒人會找我 去講道的，沒人會找我去訓練的。他說你都這麼不開心，你怎樣去幫助人呢？但是我心裡面就說，人的錯，記實這件事，人的錯，人的問題，他的問題。我用一個比喻，我都曾經用過，可能用過，不知道跟你有沒有用過。如果一個傻佬在街上大聲叫你傻婆、傻佬、傻仔、傻女，你需不需要跟他解釋啊？我在學校呢，我是100分的，我讀書很厲害，我爸爸媽媽很疼我，我不是傻佬啊，你看錯了，那你那個是第二個啊，你需不需要解釋啊？不需要。不需要。即是一個人傷害你的說話，你需不需要去解釋呢？其實呢，很多人，那些我們遇到的人不是傻佬，而是他怎樣呢？他的思想有些不健康。無論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的，我們周圍那些不信耶穌的人，他們都會有些說話是傷害我們，就算信耶穌都會有的，但是他講的時候你就說這個是他的軟弱，即是好像彼得，耶穌都說撒旦退我後邊去吧，即是他講的說話呢都可以有魔鬼的說話，即是基督徒都會講錯話的。他講錯話的時候，如果有一天我講錯話，你使不使
牧師都係好憎我嘅，好嬲我，唔使咁諗啊！即係有時，如果萬一衝口而出，即係我通常嚟講都唔會咁樣嘅，都會諗清楚。但係如果有一日我衝口而出，你唔知啊！哎呀，我要離開耶穌啦！哎呀，牧師同我講啲説話，哎呀，咁啊佢真係睇唔起我，耶穌睇唔起我，我就不如走去啊走咗出去，我離開教會啦。其實唔使咁受落，諗一諗，其實嗰人咧好多時嗰個人有啲唔開心，嗰人啲煩惱，都係諗一諗，其實佢以前俾人鬧好多，所以佢而家好嚟鬧。即係有些人喜歡罵人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小時候經常被人罵，罵慣了，經常都負面，於是他罵你，那他罵你是因為他不開心，那你的心就說，啊，其實這個人很慘的，他經常都不開心，所以他會罵我，我不用受到他罵的說話，我要想到其實這個人很淒涼，我想想怎樣去幫他，這樣呢我們就不受影響了。可以一塊廚一個好，哦，你這些問題呢遲些再問，遲些再問。咁我哋就求主幫助我哋睇重神喺我哋生命中嘅計劃，得唔得？我哋每一個都相信神喺我哋生命中有個奇妙計劃。咁呢個計劃咧就唔係普通嘅計劃嚟喎，係真係神好大嘅發揮嘅。嗱，我讀一個經文啊，《約翰福音》14:12嚇，《約翰福音》14:12。如果你揭一次你就揭啦，如果你揭唔切咧，你就聽我讀呢，這個經文咧係好多人都聽過嘅，我讀俾大家聽嚇。如果你找到你可以讀，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。耶穌很厲害，耶穌厲害不厲害？耶穌很厲害，耶穌行的神蹟實在很奇妙，耶穌改變人，耶穌的教導，任何人見到都說，哇，耶穌是神的兒子降世，真的非常厲害，很有能力，很有智慧，很有愛心。為什麼耶穌會說他的話，他說我所做的事你們都要做，並且要做比這更大的事呢？那我們說，主啊，我怎麼可以做到比你更大的事啊？有什麼可能性啊？那我說，為什麼會做到比耶穌更大呢？第一，我想告訴你，是說耶穌在世上的時候，不是說他天上，即耶穌天上做的事實在太大了，我們沒可能大過他的，是他在地上的三年的時候傳道，他所做的事現在世界上都有些報道家做的比他規模更大，即是規模更大。耶穌沒有說到比我做的更好，我所做的事你們即對做並且要做更好的事，耶穌沒有拍到，沒有人做得比耶穌更好的。不過規模呢，有些報道家的規模比耶穌當日的規模更加大，他們的聚會呢是現在可以有些成100萬人的聚會都有的，耶穌當日是沒可能100萬人的聚會，他沒有擴音器的，耶穌只是用他自然的聲音去講道的，即是最多是幾千人的，即是不能夠再大，因為再大真的他的聲音達不到。我們可以靠耶穌做更大的事，但有這句說話我們看一件事，耶穌對我的態度是怎樣？耶穌是對我的態度是怎樣？他好什麼我們啊？好睇咩啊？睇重同埋睇咩啊？睇起我哋啊！睇咧，但中國人咧，嗰啲師傅咧教功夫就搞啲咁喎，梗係咧唔傳最後嗰啲幾手，即係最犀利功夫，所以嗰啲徒弟咧就實唔夠嘅，教識徒弟冇師傅啊。咁佢咧並且有個心態，如果徒弟叻過佢咧，個師傅會點咧？有啲冇面啊，有啲覺得師傅好唔舒服。咁但係咧，耶穌不是這樣，耶穌就說我做的事你都要做，並且做比這更大。看耶穌的心態跟師傅同不同？不同，他發揮我們，我們基督徒都是的，你怎樣成為一個更加比神看重的人，就是你發揮人的，你見到人就說，哇，你有潛質，你可以改變，你可以做更大的事，你能不能這樣做呢？你這樣做原來很特別的，你興起別人，你自己就興起，經常都憐憫人。我經常都是，我去到什麼地方，我見到人我就會想到啊，我可以做什麼，我怎樣去憐憫他，怎樣去幫助他。我希望大家都會說，見到人你就憐憫，有人有需要你即刻就幫助，有人不開心你就安慰他，就去鼓勵他。我另外 又看一處的經文，哥林多前書1:27，哥林多前書1:27，如果你記不知道你聽我讀下，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，叫那強壯的羞愧。我想問你，這個經文說神揀選了什麼人？愚拙的。愚拙的同埋什麼人？軟弱的。即是神揀的不是一定個個都很成功很厲害很好人的，
你知唔知神揀選啲咩人咧？有啲係毒販喎、哦，我有冇搞錯？毒販害好多人嘅喎、哦，毒販係冇前途喎，毒販咧讀書唔叻嘅喎，係咪啊？毒販做真毒販啲人係咪以前讀書好叻、好成功，然後佢做咗毒販啊？唔係嘅，通常都係失敗嘅，係佢吸開毒藥，跟住佢就毒販嘅。但神揀選啲黑社會嘅人，居然將佢改變。神揀選亦都有啲家庭破裂嘅喎。後來佢信耶穌之後，佢祝福佢家庭，祝福好多人嘅家庭喎。係咪啲人特別好啊？所以佢家庭破裂啊？唔係喎。神揀選啲失敗嘅人，冇用嘅人。點解我想講呢樣就係話，有時我哋覺得自己冇用啊，失敗啊，以前做過好多唔好嘅，讀書又唔成功啊，樣嘢都唔得啊。但只要你話神啊，你可以嘅。我雖然軟弱，你要將我變為剛強。我雖然愚拙，你要將我變為聰明智慧，但你要靠神，你要有呢種嘅，即係有種嘅智慧嘅眼光，同埋用時間去思想同埋睇聖經祈禱。點解咧？好多人嘅問題，我話俾你聽啊，大部分嘅人嘅問題咩咧？係懶惰、迷糊、隨意，即係點樣咧？懶惰即係話咧，明明可以讀書嘅唔讀書，可以祈禱又唔祈禱，可以做得嘅又唔去做，可以侍奉又唔去做，就係懶惰，即係。人就是基本上回家就可以坐在那裡看電視了，在那裡打遊戲機了，即是隨意了，是不是浪費我們很多時間，還有很多人迷糊啊，思想迷糊，那有什麼辦法？迷糊即是怎樣呢？聽到就聽不到，即是為什麼不用心聽，在那裡想待會去哪裡玩，哪裡吃，即是個心經常都是走來走去的，即是不能夠集中的，不能夠集中的時候呢，做什麼都做不到。但如果你的思想能夠靠著耶穌集中，真係你做一樣嘢，我要達到呢個目的。譬如今日我要講嘅信息就係話，激勵你，讓你相信神喺你生命中有乜嘢，有一個奇妙嘅計劃喺你生命中，並且你可以乜嘢發揮出嚟，可以興起嘅。計唔計較你有幾多才能啊？唔計較，神係會用你嘅。譬如彼得佢見到耶穌啊，叫佢撒網，佢即刻捉到好多魚。彼得即刻覺得乜嘢咧？佢咪覺得哇！好犀利啊！耶穌你好犀利啊！耶穌唔彼得唔係咁講咧，唔係喎，佢喺度苦伏。耶穌主啊，你離開我啦，因為我係一個罪人。佢即刻睇到自己係罪人，即係我哋中間可能有啲人都係話我做唔到，主啊離開我啦，你唔好用我啦咁。但係耶穌話唔使驚，不要怕，從此以後你要得人了，你要得人如得魚，即係你要將來咧帶好多人信耶穌。其實今日一樣，可能我哋中間有啲人好怕。或者覺得自己很軟弱，覺得自己做不到什麼，覺得自己以往都是失敗，但耶穌說第一件事要處理這些失敗感和負面思想，就是怎樣呢？就是將這一切的刑類，一切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至高的事，都要全部要，這些都要破壞，要破壞這些所有的刑類，將這些刑類拆毀。在我們心裡面有個負面思想，在你平日留意，譬如你說我冇用嘅，我做唔到咩嘢嘅，我生命冇乜發揮嘅，即係所有呢啲嘅意念咧，喺你心裏面咧，當你出現嘅時候，你都處理。第一樣係處理喺平日嘅時候，譬如你起身，你發覺你係咪充滿喜樂嘅咧？係。哇！好好啊，你會咁講咧，好好，並且滿笑容咁樣去講啊，係咪你每一個一起身即刻啊，感謝耶穌，多謝主，讚美主，係咪咁樣噶？祈禱上得個心情。看到天氣越天氣越好，那就慘了。天氣不好，那就不靚，那就受影響。不是，都好的。我們要靠著耶穌，不要看天氣，不要看我們周圍的困難，不要看自己心靈的狀況。就算你猜我有沒有時心裡面會覺得有時會不開心的，你猜我有沒有？不過我會立刻處理，我不會留在這個感覺裡面。即係我知道我有時唔開心啊，但我即刻處理。我點解唔開心呢？因為嗰個人講句説話，咁我講咗説話，跟住我就話佢講説話係佢嘅問題喎，唔係我嘅問題。我需唔需要因為佢唔開心呢？唔需要喎。我就話呢個佢問題，我要去祝福佢、憐憫佢，唔好受佢影響。我靠住耶穌咧有喜樂。我哋每一個都係處理呢啲問題，然後跟住咧每一日有信心起身，一起身就宣告。嗱，點樣宣告咧？就係宣告奉耶穌名宣告。嗱，你要跟住我講，我奉耶穌嘅名宣告，我神好愛我。一齊講，奉耶穌嘅名宣告，神好愛我。宣
过神要大大使用我，经过神要大大使用我，神在我身上有奇妙的计划，神会赐给我能力，神会赐给我资源，神会赐给我恩赐，我愿大大被神使用，我不需要被人影响，需要低沉，我日日都喜乐，日日赞美神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我不需要自怜，我不需要觉得自己无用，我要天天可以为主发光，祝福别人，自己又喜乐，不被人影响，不被天地影响，心情影响，我靠住耶稣，胜过负面嘅情绪，胜过负面嘅思想，胜过人嘅难阻，我日日为主发光，日日充满喜乐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可以日起身就咁样宣布，系咪？系咪讲完之后？宣告负面思想离开。有呢個負面思想，即刻已經話遲到。你要早啲起身嚟到做到呢樣嘢，你可以做一樣嘢做喎。你一路行路翻去學，可唔可以做呢樣嘢？一路行路翻去，一路我唔會行路噶。我哋搭車又好，總之你做乜都好啦。總之時常都係宣告，我靠住耶穌基督，神可以用我嘅。成日都宣告，成日都有思想。正面嘅思想，一有負面思想，即係問自己點解會咁負面咧？喺邊度嚟嘅？即刻處理，然後跟住做咩啊？我哋要開始要多啲訓練啊，預備自己啊。點解咧？譬如你話我好想去幫人，好想去宣教。譬如好似阿楊咁去日本，點解去到又唔識講日本文，去到又唔知做乜嘢？人哋話你可唔可以幫手做咩啊？我唔識做啊，可唔可以查聖經啊？唔識查。可唔可以帶祈禱啊？我唔敢啊！咁你去到嗰時，咁你話，咁你嚟到日本做乜嘢？哦，我嚟支持你，不過點支持啊？我都唔知喎。嗱，有時有啲人就係咁嘅，佢好想喎，好想，不過佢冇預備好。咁你邊度預備咧？喺教會預備，翻屋企睇聖經祈禱，喺小組預備。見到組長點帶領，你就學佢點帶領。組長叫你做咩，你就努力去做投入。組長講説話要留心聽喎，嗱，呢樣嘢要學習啊。我講到都係啦，唔好黑埋眼，唔好用呢個時間嚟咗瞓覺，瞓覺係尋晚，唔係而家。聽到嘅時候係啊，聽到嘅時候要專心去聽啊。嗱，呢樣要學過。小組嘅時候要專心去參與，並且開心去參與，有反應嘅，呢個就係操練自己。有機會就傳福音，有機會有咩訓練就去訓練。譬如有時我訓練你傳福音祈禱，咁你就去真係投入去學。或師母或者組長訓練你，你就去投入去做，預備好自己，多睇聖經，多念聖經，念咗聖經嘅時候能夠實現出嚟。好啦，然後咧跟住點樣咧？嗱，好多時有啲人就話：我都唔知道神會點用我。好啦，大家望住我，望住我嚇。有時有啲人話：我都唔知道神點用我，唔緊要㗎。你而家行緊呢步咧，你聽神嘅話咧，你行到嗰時你就知噶。喺我初信耶穌，我都唔知道今日我會做呢啲嘢噶。我初信耶穌，我就眼前做咩？訓練、祈禱、讀聖經、傳福音、幫助人。咁樣做下做下，越做越多，越幫人咧就越能夠識得點樣幫人啦。就係咁去做，你眼前做得乜嘢就做乜嘢，唔好浪費你嘅時間，唔好睇少幾個鐘頭。有時我哋當時咧就話，唉，唔緊要啦，今晚。唉，喺度玩下啦，攤下啦咁，但係呢個浪費時間咧，就浪費咗我哋生命。靠住耶穌基督，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向前嘅。靠住耶穌基督，當神為你預備一啲可以侍奉嘅機會，而你覺得你可以去做，組長都話你可以做嘅，你就嘗試做，就唔好驚，唔好驚話死啦！我做完之後，可能啲人笑我，唔使驚人嘅反應，唔使驚失敗，做得唔好，組長會支持你嘅，扶持你嘅，會同你一齊嘅。就係由你而家可以做得咁開始啦。我哋先講幾點啊，我重複翻。第一，神喺你生命中有乜嘢啊？有一個奇妙嘅計劃。呢個計劃係咪好多問題㗎？唔係呢個問題點樣㗎？呢個計劃點㗎？係非常之完美㗎，係 A 計劃。呢個計劃。
我哋靠耶穌係可以實現嘅。但係好多時候我哋做錯事就會點啊？就會降低啦，一路 B、C、D。其中一個好大影響我哋嘅係乜嘢呢？婚姻。婚姻同埋戀愛係影響我哋好大，亦都好多嘢都影響。讀書又影響，心情影響，日日都唔開心，亦都影響嘅。好多呢事情影響，但係婚姻咧影響好長啊，因為你結咗婚咧，你在世上仲有幾廿年啦，你一路對住嗰人，你話：唉，我初頭好中意佢，唔知點解佢咁暗沉咧。而家我以前咧好有愛心㗎，成日都追我，點不知而家對我冇興趣咧？就係你起初嘅面有乜代表以後嘅？即係神有個好計劃，你可以行到嘅。而神咧使用世上係咪最聰明嘅人啊？唔係一定喎，係可以使用愚拙嘅、軟弱嘅。所以你唔好話自己唔得，但係咧你要點預備自己呢？第一，處理內心嘅乜嘢啊？所有嘅負面嘅嘢，大話，所有嘅大話，我哋自己好多大話喎。我冇用啊，做唔到嘢啊，我咧冇人中意我啊，唉，我都係生出嚟冇乜用噶。嗱，呢啲都係負面嘅思想。我哋求主耶穌幫助我哋處理呢啲負面嘅思想，並且咧時時有訓練，多祈禱睇聖經，神就會改變你嘅。多祈禱，你嘅人就會起來，有機會就去侍奉，一路尋求神嘅方向。一路同其他弟兄姊妹配合，建立其他弟兄姊妹，神咧就會讓你睇到神嘅計劃。想唔想啊？想。咁其中一樣好有幫助就係聖靈充滿，真係聖靈充滿好大幫助。你投入去祈禱咧，神真係將你嘅能力賜俾你。你祈禱嘅時候唔好諗其他嘢，唔好慢慢諗下，唔知有咩發生咧，唔好咁諗。就係話神啊，我想你將聖嘅能力賜俾我。其實我發覺好多教會咧。他們很投入去接受聖靈充滿，我們可以這樣的，可不可以啊？我們一起祈禱，我們真的說神啊，我真的需要悔改。你覺得你的生命的方式是不是很多負面的影響你？你有沒有留意到能不能夠數算一些你負面的東西呢？你留意一下，一會你小組分享的時候你都說、啊、這些是這些問題，我可以靠耶穌可以勝過的。我們很多人都是被這些東西影響的。我自己呢刻意任何負面一入，我即刻就將佢攞走。同埋人同我講親咩負面啊，我已經好留意到。一講咧，我已經知道，咦？佢講嘅説話係負面，即刻會知道，即刻就唔好受佢影響，並且鼓勵佢、安慰佢。如果你有呢個心，你係神啊，幫我啦！你信唔信咧？有幾人你信？你可以成為一個偉人啊！偉人啊！你可以成為一個偉人，你信不信啊？偉人不一定代表你要發明好多樣嘢先叫偉人噶，唔一定賺好多錢噶，唔係要全世界承認噶，將你放喺百科全書嗰啲先叫偉人噶。偉人喺呢周圍，你影響好多人叫偉人噶，係咪啊？有邊可以做偉人呢度？我哋可以，我哋真係可以做偉人噶。我呢度每一個都可以做偉人噶，每一個都好大嘅發揮。我問你一樣，你相唔相信你嘅負面情緒可以影響，可以離開你嘅，可唔可以啊？可唔可以啊？離開曬嘅，你嘅軟弱可唔可以變為剛強啊？可以。可以㗎，你可唔可以有多啲恩賜啊？可以。可以。你可唔可以為神做更大嘅事啊？可以。可以㗎，係絕對可以㗎，唔好俾任何人認話俾你聽，你唔可以，唔可以用自己嘅內心。你知呃我哋最多係邊個啊？自己啊，自己呃你自己最多啊！魔鬼其實你唔係成日聽到魔鬼聲音，係你成日聽到自己嘅自己話冇用啊，冇用啊！好啦，你邊個願意㗎？你阿神啊，我想，你話我想俾神去用，我要改過我呢啲負面嘅嘢，你就由你嘅座位起身，你向神去禱告，你阿神啊！我需要你改變我，你真係想話你唔好係唔係人哋舉起身你就起身喎。你話我想，我願意俾神用，我相信我可以俾神用，我好願意付出代價。